底下一个问题，在戒体三归时，口佛心里默念，自归一生，当愿众生自尽其意，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。这个不要在集体三归的时候，集体三归它有它的仪规啊，你这样默念呢，你把仪规破坏了。这种念法的时候，你自己早晚扩诵的时候可以这样观想啊，这样就好啊，不能在这个在这个集体大众当中啊，一定要守规矩。如果集体大众每个人的规矩，每个人都想每个人的，这不就到时候磁场就乱掉了啊，现在讲磁场乱掉了。